好，司令，贾庚老弟呀，你可是稀客，我可是专程来拜访你的。谢谢，说好了，不急着走。好，待空我还要跟你杀几盘呢。请请请，你们请。哎，我这一路来呀，真的。好啊。二虎子真行，哎。 黄老四没有报复吧？没有，二虎做事那是滴水不漏。这份情报送来的非常及时。陶振远这狗东西果然要投靠日本人。你让黄老四转告二虎子，这种非常的时期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严爵，黄老四病了，严重吗？是痨病呢。那我们的联络员呢？ 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位，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老四，我觉得还是让赶牛从陶家回来吧。你说你这店里也得有个人盯着呀。没事儿，我还撑得住。他在那儿待着，多个耳目，总归好些。要不然。 我就让大龙常过来看看，帮你盯着点。我这是老毛病了，哼，这都多少年了已经，遇上个伤风感冒的，哎，人就顶不住了。不管，死不了。没事，慢慢来，啊。坐坐。哎，哎呦，还可以。干牛。 你这娃呀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哎，给大龙叫哥，给舅舅想叫婶儿，差辈儿了。这不是叫惯了吗？没事儿，不就是个称呼吗？叫啥都行。大龙哥，我不想再讨价干了。这事儿啊，我跟你说都说了，可是你叔叔慢慢说。往后啊，这个家，怕是需要你来撑起来了。你叔开这个车马店可不容易。我知道。哎，干牛，春桃咋样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 好啥？前几天又挨了陶中原的打，最坏的就属那个大太太了，她成天跟春桃过不去。娘，好些没？
哎呦，娘腰疼，这头也疼啊！死爷啊，娘快死了！都是那麻婆闹的，我去找人算账去。不是麻婆闹的，是鬼闹的。娘，她都跳了那么多天的大神了，你的病还没跳好啊？哎呦，只要鬼不赶走，娘的病好不了了。好了好了，娘，快起来吧！这没病啊，都躺出病了，躺了那么多天，你不难受啊？谁说我没病？谁说我没病啊？你看看我现在的腰，疼死了，头都快炸开了，我怎么没病啊？娘，看来这鬼还挺厉害的呀。大龙，不用太铺开了，黄老四那都有。自己的用习惯了，我觉得四叔这人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咋不一样了？你看四叔对我、对二虎、对春桃，都像对待亲人一样。可惜，他就要走了，想一想我心里就很难受。那你就多陪陪他吧。姐，我去了啊。春桃，来，让我看看，别动，让我看看，打烂了没有？哦，还行，还是那么好看。哎，别走，老爷，你让我走吧。你不是看他好好的，干嘛走啊？你看我这副官。相貌堂堂，武艺高强，哎，你走吧。涛兄，怎么不练了？不练了。刘司令走了吗？他今天走，我也要去趟固阳。你也去固阳，去拜访一下吴司令。看样子是峰回路转了。你收拾收拾，跟我一块儿去。是。子宁，思成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从炕上摔下来了。怎么摔的？是老太太不小心摔的。快，快去找感觉把柳先生叫来。快，老爷。孩子怎么了？思成从炕上摔下来了，我让感觉去请大夫。陶大人，哎，柳先生，哎，陶大人，怎么样？这娃这胳膊是摔断了呀？哎，怨我呀，都怨我。娃太小，这接骨的活啊，我还真拿不准。不如现在就去包头，那儿有个接骨的高先生，远近都有名啊。那你能不能接呢？要说我接也能接，可赶明儿娃长大了，落下个胳膊不直的病，后悔就晚了。不如现在就去包头，来得及。那好，去包头。耳朵，老爷，您忘了。齐管家到刘家坨坨收租子了，晚些才能回来呢。子斌，你跑一趟。行。顺娘呢？哎呦，一早顺娘就要放命，放命，她哪能去呀？我是思成的娘，我去。是啊，让春桃去吧。哎呀，再说，不是还有子明吗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啊？司令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好三太太。和小少爷的，好，赶紧去吧，赶紧。
备车去。哎，二虎哥，有话尽管说吧，这儿啊，没人听得见。 林大哥他去包头了，你怎么不叫我去？我也想去。那是给思成去治病啊。那又咋了？我又不碍事儿。你要真想玩，那就跟我去固阳，一会儿出发。不去。不去，那就去陪你娘。老爷，思成呢？你把思成弄哪儿去了？你还不知道思成他？我这不是病得起不来吗？我才……你这不起来了吗？哎呀！ 我是一着急呀，我这一着急就硬撑着起来了。快说，思成在哪儿啊？放心吧，亲娘带着，林副官跟着呢，到包头接骨头去了。啊！非要把孩子抢过去，那你就把这个娘当个好呢？孩子骨头都摔断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都后悔死了，娘。 我都说了让你别装病，你非不听。我哪是装病啊？我是真的起不了床啊。那就好好养病。嗯，搀你娘回去。娘，不用。我可跟你说，思成要有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。 次我见陶真人都想杀了他，你早就该杀了。可我不能，现在还没到时候。为啥？就别问了，等我完成任务，再来一记远走高飞。啊，阿虎，你来抱抱儿子吧。 二虎，你来看看他。我看他干啥？你就看一眼，看一眼，你就啥都明白了。你看，来看。 是你的儿子，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儿子，是我。
你当爹了，思成那是你的儿子。做梦？不是，这是老天爷开眼，真的是老天爷开了眼。知道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我没能耐。我在陶府看着你受罪，心疼。你还记得那个红盖头吗？他下面盖着几双鞋。我看见了。他们把我抢走的时候，我的心也丢在那儿了。那可是咱俩成亲的日子。我后悔自己去挑水。我咋就不知道有人来呢？一想到这儿，我真的醉了。我阿红，你别这么说，这都是命。你要是不去挑水，他们一样也会来抢我，一样也会把我卖到那个地方。陶正月一样也会霸占我。你不在，有你这条命，我春桃就有盼头，我就有机会报仇。这个仇，咱一定得报，得报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让自己活着，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救你。就是为了要报仇。我怕你再出什么事儿。后来我认识一位大哥，参加了革命，懂得了很多很多的道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是阎锡山的部下，我也不是林副官，我是冒名来的。我知道，赶牛他也知道。我知道你们想保护我。我看你这个样子，在陶府里面走来走去，我的心就像刀扎一样。桃儿，其实我也一样。阿虎。这日子啥时候才能到个头？啥时候才能到个头？二虎哥，咱们逃吧。逃？对，这是个最好的机会。带上嫂子和我儿，逃得远远的。干牛说的对，咱们一家人一起逃得远远的，去过人过的日子啊。不行，现在还不行。二虎，你这是咋了嘛？我问你，这是不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？是。那你还犹豫个啥？带上嫂子和我儿走就是了。陶府那是个啥地方？跟地狱差不多。嫂子在那儿挨了多少打，受了多少委屈？再这样下去，嫂子会受不了的。干牛，有些话不能跟你说。有啥不好说的？我都知道。二虎哥，你是个啥身份？为啥来陶府？
我都知道。感觉他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为什么不能逃？我还没完成任务。什么任务这么重要？你能舍得下我们娘俩？我们逃出去，你就不能革命了？桃儿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二虎，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，可是你看看现在，我们一家三口还有赶牛，如果现在不逃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就算你能舍得下我，可是你舍得下儿子吗？你能忍心让他再进桃府？二虎哥，嫂子说的对，要逃，咱现在就逃，逃出去，我和嫂子跟着你走正道。你要是犯了纪律，我们跟你说清，大不了受个处分啥的。那样的话，咱就再也不用回桃府了，你们一家也团聚了，值呢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带着孩子逃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都不用你管，我只要能带着孩子，死活我都不用你管。那咋成？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说咋办？给娃治了病，打道回府，你愿意，我和嫂子都不愿意。我就算死，我要死在桃府外边。不管前面是刀山是火海，咱也躺着一回。逃，真的。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五原根据地。只要能逃出去，去哪儿我都不在乎。是啊，二虎哥，俺跟你走就是了。这样，咱们先去包头，到诊所把孩子的骨头接上，我赶紧去联系一下。咱事不宜迟，能走的赶紧走。哎，是。还挺沉的，走，到了。等我。齐管家，林副官，三太太。老爷不放心，叫我过来看看。老爷是不放心三太太呀，还是不放心我呀？啊，都不是，是不放心思成。陶司令真是爱子心切呀。走吧，一起进去吧。啊，不了，你跟三太太进去吧，我们在外面等。陶司令去固阳了？没有，吴司令又变卦了。又变卦了？怎么一会儿一变啊？老爷正生气呢。那什么，你赶紧跟三太太进去吧，咱们一会儿路上聊。看见小帽子了，来，思成到娘这儿来。哎呦，乖乖宝贝儿，嗯，叫声娘。娘。大声点。娘。让大家都听见。来。娘。哦，乖。
好乖呀、啊。子兰，嗯，昨晚上我梦见爹了。梦见爹了？嗯。爹呀，就站在对面的山坡上，手指着我啊，啥话也不说。那是爹给你托梦呢。啊，哎，你说，爹托这梦，啥意思啊？爹呀，一定是生你气了。你答应过爹救春桃的，可这都两年多了，春桃还在桃府呢。这刘玉刀不是指天发过誓了吗？你让他去呀、啊？他妈就像个泥鳅，回回都有理。这回啊，我也不指望他了。我去。你去啊？为啥？我是怕刘一刀啊，再对春桃做出啥事来，春桃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跟爹呀咋交代？所以这几年啊，刘一刀说不去啊，我就随他了。我早想好了，我去。我要能把春桃救出来啊，也算是对爹有个交代。一方之隔，两情相望。别紧张，我不会坏了你的事儿。青媛姐，我看着他在这个院子里，我心里好害怕。你放心，没有金刚钻的人不拦着刺绣。上一回那后院的门是我打开的，信也是我送的。是你？你以为谁呀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同命相连，我知道你在桃府出不去，就是第二个我，兴许比我还惨。我见多了，不想让悲剧重演。春桃，你比我命好啊，你至少还有个心上人惦着你，敢为你拼了命入虎口救你。如果是我，死也值了。青莲姐，你没有过心上人吗？有过，可他在我心里早就死了。他是个书生，我以为他能带我远走高飞，可是他不敢。他哪怕跟我说一句：“青莲，你跟我走。”我就是跟他走到天涯海角，哪怕跟他一起死了，我都不会后悔。可是他没有。眼睁睁的看着我爹把我嫁进了陶家。从那刻起，我的心就死了。青莲姐，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春桃，你还得逃啊！去抱头接骨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都没有逃成。没关系，只要有林副官在，就还有机会。不过你也得小心，
陶正远竟然能让齐大耳朵跟着你到包头，证明他已经有了戒心了。你是说他发现二虎？啊，那倒不至于。林副官做事滴水不漏的，如果他发现了，那林副官哪能待得住啊？陶正远，他狠着呢。嘿嘿，僵死了！佩服佩服，陶司令棋艺如此精湛，每次和您下棋回回都输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每回下棋你都让着我。不敢不敢。老爷，包头廖司令派人送信来了。哦。陶司令，请过目。你到外面先等着，一会儿我给廖司令回信。是。子明，你拆开念念。陶兄，别来无恙，今去信有一事相求，按上级指示，顾阳武部与刘部已对共产党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，一举歼灭指日可待。先命你率部队速前往顾阳、京城合作，立刻完敌，为同盟军成立扫清障碍。务必，廖上。子明啊，依你看呢？廖司令信上说得很清楚，这同盟军还没有成立，他倒成总指挥了。哎，老爷，那包头的信还回吗？当然要回了，有来无往，非礼也。子明，你来写。就写四个字儿：陶某遵命。是。老爷，你真的要去打共党的根据地？当然要去了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吴清祥和刘家庚不更有话可说了吗？再说，歼灭共军对大家都有好处。请过目，陶司令。很好，二刀，把这信让他带回去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林副官，是，你马上到警卫连去做好准备。今晚就出发，陶司令，城外的两个营也安兵不动吗？不，让他们也做好出发的准备。是。齐管家，该做的我都做了啊。这个没用了。记住，这个事儿谁也不许说，赶紧消失。知道。老爷，咱们鱼饵已经可是下了，就看能不能钓上大鱼了。等着吧。
好戏就开场了。他真要是卧底，等不到天黑的。不过，这小子精着呢。老爷，他要跟你斗，他还嫩点，这一军可是将到他死穴上了。你都安排好了？安排好了，大门口城垛子上我都安排人了。等着吧，等到天黑。这个情报太重要了，晚送出去一分钟，根据地就会多一分危险。必须等到天黑，不能让陶中远发现什么。鬼鬼祟祟的干啥呢？小贱货，还真安心当起娘娘来了。去，给老爷送茶去。我不去。你还敢犟？要去，你去啊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要真不去也行，我给老爷回个话，让他来收拾你。我收拾你。还嫌我手疼呢。仔细想想，每回我们商量完了重要事情，他就有借口要出去。而且上次我还让他单独去了一趟固阳。对呀，哼，他也真是公堂的探子，我立马收拾他。老爷，天都这么晚了。咋还没动静啊？会不会咱弄错了？不着急，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。我就怕他。怕什么？他只要一踏出这个大门，就地解决。三太太，不是我撞的你吧？是你撞的我呀！你胡说，分明是你撞的我，怎么能说我撞你呢？真的不是我撞的你。林大哥，不要妹子，林大哥，三太太，你别这样。大太太，居然敢动林副官！啊，你居然敢动林副官！他什么狗屁副官呀？把我撞的还不认账！你看看这一地的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让你送个茶就送成这样，回你屋去，回去。林副官，你没事吧？大太太，我没事。这个小贱货，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
算了，反正他也不是故意的。老爷，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我是说这好戏还没登场呢。好戏，根本就没戏。他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想啊，他真要是卧底的话，他还会往人身上撞，他恨不能悄悄地飞出去。你这个人就会顺杆爬，我一说怀疑你就小题大做。老爷，你不也当真了？你屁话！报告。哎，子明，你先下去吧。来，子明，来来，坐坐。不用了，我是来请辞的。请辞？对，我要回山西去。为什么？既然陶司令您这么不信任我，我还是走了最好。哎呀，子明，您这出戏是演给谁看的呀？演的也太不高明了。您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共产党的探子，用假头帽来试探我，这招也早就过时了。不不，我来给您当副官，得到您的信任本来是件很荣幸的事情，可如今您这么怀疑我，我再干下去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？如果您觉得我是卧底，干脆把我关起来好了；如果觉得我不是，那你就让我走人。子明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陶大人，我在严大人那没有过的待遇，在您这全遇上了。这事儿要是让严大人知道了，恐怕陶司令您不太好交代了。子明，不过您放心好了，只要我走出这个门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。你坐下，听我好好跟你解释，行吗？坐，坐下。你看，这才是廖司令的信。你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不看。好，你不看，那我就跟你说。廖司令在信上说，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被共党窃取了，他怀疑我们有内奸。他不光是说我这儿，还有吴司令和刘司令那儿，他下令要严查，那我也不能违背他的命令。哦，所以就先查到我头上来了。哎呀，那几个蠢货，他们办事欠考虑。陶司令，如果我今天要走出这个门的话，是不是我就死定了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事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不说了，行吗？陶司令，哎呀，该又叫司令，叫陶兄。如。